拥有25年历史的超级老字号策略游戏《文明帝国》，在今年10月就要推出最新的第6代游戏喽！喜欢玩策略游戏，或者是想要感受人类文明一步步发展的玩家们，赶快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报道吧。从25年前在电脑的 DOS 系统上登场，《文明帝国》系列在各大平台上推出过许多作品，伴随许多玩家成长。游戏开发公司 2K 日前也宣布，将在今年的10月21日发行《文明帝国》的最新作第6代，并且会在E3展出最新的游戏资讯哦。在《文明帝国6》的游戏中，玩家扮演的是一个文明的统治者，在回合制的规则中，要操作开拓者单位，取得各种环境中资源，渐渐成长壮大，挑战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。还要与邻近的其他文明交流，或是战争，来让自己的帝国进一步扩大。文明帝国6目前已在 Steam 开放预购，之后还会推出包含25周年纪念配乐的数位豪华版。有兴趣的玩家千万别错过电玩宅速配的最新报道喽！